Saya tak ada fikir apa-apa. Saya tengok kita cuba selamatkan dia.于十月六日，英勇救出受困、突发水灾区司机的交警阿飞一巡如常。在事后的独家访问时，透露他当天收到来自指挥中心发出的求救通报。他赶到现场后，还来不及设置路障，便看见一辆修理车涉水而过。基于同僚未到场，且在没有安全设备下，他果断决定先行跳水救人。因为他预测该辆修理车还剩不到15分钟就会下沉，因此阿飞组表示，即使付出自己的性命，也必须救下受困司机。他还表示，若再重来一次，他还是会再次选择涉险救人。